篇诗的主题是神必垂顾。各位只要稍微用心读一读第一节，然后从这个的民数记那个的祝福颂去做一个比较，你发觉原来是十分之相似的一种表达。换言之，这篇诗其实是大祭司是以一种公开的宣读的方式去呼唤群众来到去称颂神、仰望神，就必得蒙神的赐福。所以让我们学习用信心到主的面前，知道祂的垂顾。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但你竟然间乐意接纳我们向你所发出的讴歌和颂赞。我们心愿圣灵恩助我们，使我们不要因为过分的忙碌而忘记了向神献上称颂和尊崇的行动。主啊，多谢你，你垂顾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第六十七篇，一篇诗歌，交给圣咏团长，用诗形的乐器，感恩的诗。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使他的脸向我们发光。细拉，好让全地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万民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谢你，愿万族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地上的万族。细拉，上帝啊，愿万民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谢你，地已经出了土产。上帝，我们的上帝，要赐福给我们。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各位只要留心这篇诗的第一节、第三节和第五节，你又看到一幅呢是互相呼应的图画出现了，仿佛当大祭司为着民众发出一个美好的祈愿和祝福之后，民众就立刻的以真诚的去回应来到表达。正因为这份这么美好的图画出现了，所以诗人就去邀请所有人一起靠着神的恩典加入这个赞美的行列里面。因此这篇诗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是第一、第二节是一个段落，然后第三到第四节是另一个段落，然后第五到第七节是另一个段落。所以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明白这篇诗，你就感受到那种的欢欣，那种的雀跃，在彼此的呼应里面一同的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在这三段的经文的分野里面，其实第一节很关键，因为那里讲到神的怜悯、神的赐福和神的光照。而在当中里面这个怜悯的部分，在这个第三、第四节里面就讲到神那个的审判，其实审判也都同时包含了管治的意思，所以神的怜悯是这样去表达出来。然后第五到第七节就讲到神怎样透过很多的土产、生活所需赐福了我们。然后第一、第二节里面就讲到神用祂的念光引导我们行在正确的道路当中。所以诗人去和应大祭司那个宣告那份祝福的时候，祂不禁就邀请所有人一起来，让我们在这个这么善待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去献上称颂，我们献上感恩，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其实透过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神对我们的看顾真的很奇妙的。正如使徒保罗已经提醒我们，我们单单能够为着每天有衣有食，我们就应该感到知足，同埋要赞美我们的神。如果能够我们将我们的视线更加摆在神在每天的生活怎样去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可以常常的有赞美那种的回应。不过很可惜，有时我们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会将自己的生命生活和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做比较。当我们这样去比较，我们当然很容易灰心。但如果能够我们反过来，我们多一点想到神怎样去眷顾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心自然就会有那种的喜悦和赞美。当我们怀着这样的心去生活，我们会更加的喜乐。我们除了为着神给我们的具体的供应和看顾，我们可以献上感恩之外，其实诗人在这篇诗又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为着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的神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所以当他见到我们行走这条天路，有时不小心可能会歪了，会偏离了，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是会亲自的管教我们。当然在管教的过程里面各有少少的不好受都不定，但是你看见原来当神带我们行回去正路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岂不是应该要去感谢吗？有神的怜悯，有神的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行在正路，我们就要为着这件事情，我们不单只要感恩，我们时时的要去听从，我们去跟从，这个才是一个明智的生活的实践。所以让我们怀着一个信服的心，跟从主行这条路。诗人还提醒我们有第三点，我们应该要感谢神的，因为我们的天父是用他的念光去引导我们行这条人生的道路。有人说人生虽然眼睛是生在向前看的方向，但我们行走人生的路，它很多时候好像我背向前行一样。试问几年前我们怎会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呢？但当我们经过了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人生的道路是这样。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行走人生的旅程是几咁嘅不容易，但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它是用念光去引导我们行在应该走的道路上面。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时时亲近祂，跟从祂，我们怎能够行走在美好的事上面呢？所以诗人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时时为着神的引导，神的念光那种的祝福，我们献上感恩。这个是一个明智的生活选择，就让我们去跟从神。集背诵的金句是：愿万族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地上的万族。细拉，诗篇67篇4节。